插播最新消息，宜兰三星乡在上午突然大停电，在今天早上10点多，三星路一段的当地居民突然听到两声爆炸声，接着就没电了，影响户数多达2000多户。那么由于停电的时间接近午餐时段，瞬间电力全失，也严重影响店家做生意。台电获报之后，赶紧派人员前来抢修，在早上的11点43分恢复供电。而至于详细的停电原因，还有待台电进一步说明。